今天又看到好几个人在笑。今天在八大道附近，就不想烦恼吃什么了。看到沙县小吃，马上就进来了。其实里面没什么人，怎么搞成这样子啊？店里面人手不够，还是……反正我就叫人擦桌子了，我才可以坐下来。扁肉拌面我就不想吃了，来点别的吧。虽然讲了那3个字，但是我昨天用字幕中文字我是打傻乎乎。我想表达也就是说我自己傻乎乎、傻傻的坐在那，就是傻傻的坐在那里，只是这个意思而已，还好是自己而已。在了网络，为了打字方便快速，所以后来就变成恩高，我不敢讲那2个字了，我不想用。这么2万，一大一小，14块美金，免小费、免税，好划算。我喜欢这样放一点青菜，而且不是老的那一边。我在七大道吃老鸭粉丝汤，它是有放的，反而在八大道那个我就不怎么觉得它有放菜，所以对比我昨天就，那就不说昨天了，我今天的这2碗我很满意，很好吃。以前我看别的博主就是吃播嘛，我看到。我们纽约有两个挺红的，那两个就是流量很好的，我都看到别人留言给他们说，吃的这么不斯文啊，就不要拍了什么的。所以我其实很怕拍自己在吃东西，我不知道我吃东西算不算不斯文。不过我平常吃东西就没那么快，今天是太饿了。我今天因为要提前上班，我连早餐都背出来放在背包还没吃，所以到中午的时候我饿得不得了。我就，你们看吧，别说我吃量很惊人，好吗？我觉得也得有点恐怖，好像吃了很多。但是那碗肉片是酸得很开胃，吃完出来才发现它那个卫生，只是拿到 C 而已，算差的了。这里对面有超市，我来看一下。这卖果菜的，经常看到很多的犹太人过来买，而且都是男人，感觉就是犹太爸爸。刚回头一看呢，对面也很多中国人开的店。这里位置在60街，也就是从八大道走九大道，然后。大概位置十大道，但是它正确的名字不叫十大道，这边叫 Four Hamilton Parkway。东西品种很多，然后也稍微便宜吧，也很多中国人顾客在这边，然后你看到的墨西哥人都是在做工的，工作之中。最近青葱在哪里买都感觉价格下降了。今天没办法不记得带伞，因为出门的时候已经是在下
挺大的雨了，那么因为我出的赶时间，那么我就不可能忘记伞，但是哇，这包菠菜5块钱，好像我的枕头那么大包也很重啊。然后呢，我就想说的就是忘记了穿防滑防水的鞋子啊，湿掉了，快了，我的鞋子快湿透了，所以只能在里面去拍了，就不在街道上走来走去了，也不去八大道了，走过去也几分钟而已，不去了，也没什么好去，芊芊哥就不去看喽。我其实刚才有拍自己吃东西真实的一面，也就是说没有花脸，不过呢还是没有看习惯，唉，要不要放上来给你们看呢？就是面对镜头的练习，还是没想到第二年还是这么的不容易。昨天才买过东西，今天又想买了，毕竟这里的菜类跟我在华人超市平常买的是很不一样，所以我应该在这里买一些回去。我没有化妆，今天全身都是穿灰色的啊，感觉这样拍我自己还真的，算了，后面还是放给你们看吧，但是我会用快速一点啊，因为你没什么，就坐在那里看别人吃挺什么的，没特别什么好看，所以我是会吃东西的那一段，等一下给你们看是快速的，一点点快速。祝大家周末愉快，在美国的朋友还有长周末呢，因为礼拜一是总统日。今天工作顺利，然后吃东西也不难吃，算便宜了，也没超支，昨天超支了10到20块。好了，视频就差不多结束了，感谢你们的观看。哇，这个真的是没有化妆，没有美颜一卸，真的好难看。拜拜。